我先买按。我觉得会耶，他那个公主抱真的是有点猛耶。来，我们等一下，晚班医护看看等不等得到吧。来数蟑螂。哎，为什么有时候有蟑螂，有时候没蟑螂啊？小强，小强，小强，强嘞？有没有小强了？改变姿势，阿西啊，小强嘞？昨天还有，怎么现在没有？小强，我听到啊，小强，我在喊你啊，小强。奇怪嘞，小强嘞？对啊，有啦，我今天就踢了20桶一拳哦。一脚啦，拍谁？这样子啊，哎，没有东西出来啊，奇怪欸，蟑螂啦，怪，这个电动锁真的很棒，不用一直转的。院长要应该颁奖给我啊！哎，不过搞不好以前早班更屌啊，一个人只接5、6个客人，有没有？来盘点库存。那多多也很可怜欸，他点了资料夹那些都没出现，那超惨。啊，吃广告哦，注意下哦，救救繁星这个广告。没有，不是大家作息越来越晚了，是。搞不好大家都起床了，只是晚点开而已，晚点出现，对不对？有些就真的是，我是没办法，因为我家白天就很热，我一定会起床，不管我几点睡。像我有一次是，睡前就把影片那些剪一剪，用一用，然后就是大概6点一睡，然后8点一热我就马上起来，跑去楼下休息，就醒来了。然后那时候的眼睛是整个超红，然后整个是头晕站不住，还要下楼梯。我真的觉得我那几秒钟到底是什么下楼的？感觉都是会死的啊，很晕呢、欸。电子先进的资料，没有啊，没事啊，就看看嘛。你看这个，哎呦。我不见了，学长，你在干嘛啊？学长，我刚准备要来上班，啊，看你往前冲啊！你要去哪？我就想去旁边看一看，看见了人那儿有几个肥婆在抽烟，哦，赶走他们啊！附近抽烟不好看啊。哎，这些人真难搞，医院外头老是在医院外头抽烟。哎，你为什么撞我就倒啦、哎，你这肥婆，哎，她走了，其他的也劳烦你了，其他的也劳烦你了，学长，这肥婆太肥了。龙嬷嬷啊，
啊，叫个龙嬷嬷就跑来。哎，学妹，你要不要去看今天新开幕的东西？好像还没有设施哎，趁你还没上班的时候。听说今天听说开幕了一个什么什么酒店是吧？什么喵喵的，我忘记了。刚刚去看了一下，因为我在上班穿制服就没太深入了解啊，我去看一下。这样啊，这样啊，这在哪儿呢？我看看地图上来，不晓得有没有有没有。有啦有啦，有一只可爱的小狐狸。您是不是找不到啊？远呀，蛮近是的吗？你啊，不一起去看看吗？哦，那我要下班诶，现在只剩局长，可是局长，院长，不好意思，院长现在麻西多了，躺在车库动不了啊。这样啊，不打紧的，我们就开着救护车去吧。反正如果有病人，我们再去救护就没是关系，我没了。关系，你可以进去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你不敢进去啊？有点害羞。害羞啥呀？那不是还没人吗？里面的小姐听说都还没上班呢。可是里面有人在跳舞啦。不看，要紧，不要紧，不是，我先上班打个我们卡啊。值班穿着衣服、穿着外套进去成何体统？那下班才能去的地方啊？您是说这是样吗？吧？您那先不别上班啦，如何？然。你不先然别你去上下班吧。班，进去看一下，再出来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哎呀，别打，不打紧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为什么看你外套后面有秀医院的字啊？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是啊，我这个就是，就算是平常也不忘了救护的精神。哇，医院就缺你这种人才啊！不过我实在是不太满意我们这个救护的衣服。我想就换一套呢，会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诶。我想把我的帽子给摘了。好，帽子可以摘了，麻烦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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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掉了，我帮你拿下来，真的啦，他们都是这样子教我的。我帮你绑鞋带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学长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可以啦，你身强体壮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没穿高跟鞋，长得这么矮，就哇让你打到我的头了。你这样才棒啊！你看我就不用抬头，你看每次跟你讲话抬头头多酸啊！哎，学长，我打算嘿。先去换个短裤，这天气太热了，穿着长裤没法工作。走啊走啊！慢走哈。那您在这等我吗？还是要一块儿去啊？我跟你去好了，你开你好开。呀，好呀。你知道白天多夸张吗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连续救了三个人，三个都是那个出事出在没带安全带，连续的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又开错路了。我这个人就没是问这题。哦样。哦哦哦哦，操你妈的！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他奶奶的！不，他是阿公，他是阿公，院长还在睡。干啥啊？你会不会开车啊？阿公没事，阿公没吧，事，阿公没事。他奶我奶都的，你快这回脚去溜到了。上面倒退啊！啊，果然是女人开车，他奶奶的，挺靠边啊！你这性别歧视啊！啊，我开不动车了，我开不动车了。这阿公，
你不考 BRT 我要绞筋啥的。不不不，他车开不动了，阿公。你想啊，他奶奶的。我脚用电工脚，用电工脚带啊。哎，你下车我帮你看看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你阿公你别这样。我自个儿来，你们靠你看看、啊、靠边去，你们靠边去，免得待会儿撞到人了。阿公看路，阿公。他奶奶的，你会不会？阿公你阿公你这样真的是不行啊，阿公。上我车干啥？我停旁边一点啦，你怕你车被撞啊？啊！你看我这车，我这车门都被你撞凹了。好啦，我帮你叫技工啦。这个我出啦，我出啦。不用不用，赔钱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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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叫技工啦。我们要赔钱了呀，要赔这个技工的钱。还有我的钱啊！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赔什么钱呀？你吓到我了，我的寿命又短了一秒啊，都是你害的。没关系，不打紧，都短了一秒，我们去医院帮你整治整治，好不好呀？整治啥？已经断了呀。我去医院帮你瞧瞧，能不能接回来喽？不用，现在在这里解决就好了。不要这么客气，那咱们就去医院走一趟，总是要按照程序的嘛，是吧？他奶奶的！哎，怎么叫我叫技工啊？老乡过来啊！哎呀，您不要随随便便就要叫老乡，那我也是从这个老母鸡国过来的，就没你那么爱瞎逼逼的。嗯，好、哦。你说啥？他奶奶，你今天撞到我，你讲话还是么大事？你没告诉我、啊？男人是不是？男人是不是应该有点男子气概呀、啊？啊，女人是不应该开车啊！那怎么叫？老了就剩一张嘴，这样子到底要不要叫？政府开放你们开车，你们就在这边搞事情，每天都在这里，他奶奶的害人。你最好是给我放尊重点啊！这男人女人现在都是可以开车的。啊啊啊啊啊啊！什么二啊？好好说话。啊好笑哎！你这笑话好笑。阿公，我就这么说，我就问你，就要不要帮你叫技工？要是不要的话，我们就得走了，还得去救护呢。你是不是想找事套姨啊？他可以去救护啊。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救护是需要两个人两两合作的呀。叫技工是肯定要的呀。那咱们就叫技工来，那技工就帮我们就帮你付这笔技工修缮的钱，那就这么精神上的损失。我是精神上的损失，这精神上的损失，您别担心。那咱们医护局有一位心理咨询师，他会帮你解决的。这样您说好不好、啊？学妹，学妹，是。义工好像没有人在。啊，对嘞。哎呀，没有人在啦，那这样子。好啦好啦，阿公，我帮您推车吧，好不好？要多少啊，阿公？多少多少？车又没坏，我只要打个钣金就好了呀。哎呀，车没废，那正好呀。车没废，那咱们就这么了了吧。车门奥利还能开呀、啊，我能自己开去啊。开去哪儿啊？开去修车啊，废话呗。那咱们载你一趟吧。我的车就能开，为啥我还要给你载啊？我又怕你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好使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你是不是瞧不起年纪大的人啊？你不知道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是靠我当年打的仗吗？我们现在这个叫做敬老尊贤，不是瞧不起呀、啊。先换一台车回来嘛，把他那台车，把他带回去给修那个技工修。哎呀，您跟我要万万起跳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生出来给你的呀，阿公就一千五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你这么穷，也是一千五。看你穷的这样，我只给你收三千、啊。我穷的，我的口袋里套一套也只剩零钱了。啊，真的是穷的一逼呀、啊，三千块就是穷就没事。我真的是穷的一个不行啊，阿公，就一千五吧，我拜托你了，别这么，别再这样折腾我了。你学长有钱啊，两个人都给一千五就没事了。
他奶奶的，你这样我还要出，我还要钱也没有，也没那么贵呢。你还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还要开车去坐班机，你我还要等那个车门修好。你以为我剩下的时间很多了是不是？那阿公，你平常在做啥呀？啊，没有啊，就在路上骗骗钱啊！你赶快给钱啊！你有那么多干啥？哎呀，你又说了，你在路上骗骗钱。没有啊，谁啊？我在我平常干啥？管你屌事啊！当然是关我的事儿啦。给钱啊！阿公，跟你讲啊，拜托了，1500，求求你了。你不给钱，我就找老乡来处理啊。阿公。我看你是不知道你惹到了谁啊，阿公。我惹到了市区也不能开这么快，阿公。讲真的啊。哎，老乡啊，不是啦，两个王八蛋开车撞我。不是啊。尔康呀。哎，你们撞阿公啊？没有，阿公撞我们啊。对呀，我们要去救护，在倒车的时候阿公撞上来了。不是啊，不是。你们，你停啊！他在交流道上面倒车，然后还说他我撞他，他有没有搞错？你看着我的半径都凹了，我的车头都变形了。交流道上面不能倒车嘞。什么什么？子逼，我们那个交流道是不能倒车的。我还没有进交流道呀，还没进，发现要走错路了，是啊、我就倒车了。你在路上你不能随便倒车的、啊。你在路上你倒车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黑错路了吗？不要这么计较嘛！我才刚考了驾照呢。啊、我木有要计较啊！啊你还考得到驾照啊？他年年我还不去市政府投诉你呀、啊？不是啦，等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讲法制的啊，这个子逼真的没办法，而且阿公他有工作、啊，他这个修车，他以前就是当政府走狗的呀、啊，他最了解的。有的有的，我们刚才要帮阿公叫技工嘛，但是说技工好像都没上班。我收他1500很过分吗？我跟他们一人收1500，那里过分嘞？可是阿公，市区你也开不能他们开那么快，阿公，讲真的啦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这，哎、欸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不对了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测速器，你怎么会说阿公？你怎么会说阿公开很快呢？那怎么可能撞一下那个钣金会变成这样子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点到点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喉咙有点大声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我刚跟你讲，阿公心脏真的不好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喉咙有点大声，你喉咙有点大声。二康，你别那么大声，吓到我了。你吓到阿公了，你要给阿公钱哦、啊，你要给阿公钱，你吓阿公了。给你娘啊！这样就能吓到我吗？阿公，你有钱不拿，阿公。调整一下我的喉咙。不是不是啦，我跟你们讲真的啦。你看你踹这一脚，我要多扳一个筋嘞！他奶奶的，赶快把钱交出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阿公你可以跳一下吗？现在要4500嘞。是啦，阿公你可以跳一下。能够这样解决就这样解决嘛，因为阿公他真的没有工作，好啦好啦，没什么钱。好啦，尔康好啦，1500你也帮忙出。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一人1500、欸。跟你们说啊，现在不是看我可怜啊，是你们做错事了要赔钱啊。好的好的，您老了，咱们就这么了了吧，好吧。对啊，你女人少开车啊！您还是把这句话收回去吧。阿公，不要这样子讲这种歧视的话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歧视啊。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只是如果我们能用钱，我们能用钱解决这种事情就比较小嘛。啊、而且在市区你也不能开那么快、啊。你真的要小心一点，因为阿公这次被撞到，他还好，他没有心脏不舒服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医疗费可能会更贵。这什么意思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真的是还好。哎呀，等等，我就问啊，这阿公是叔叔吗？还是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。啊，对对对，没事。您稍等啊。好啦，那既然没事了，那咱们要继续去救护了呀，这人还在路上等呢。啊、这个是在讲我吗？啊，另外一个也要给啊，他踢了我一脚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另外一个也要给。等我一下、哦，刚刚有个我看不懂的简讯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多少？多少？3000。啊，你的医药费要不要还啊？医药费算了呗，我改天还要去看看我的痔疮啊。那还是要抵掉啊，刚好3000块啊。阿公，您看痔疮找我呀，我痔疮科专门的。真的吗？
真的呀、啊，真的呀、啊，有事来找我啊。还是你只是想要砍我皮叶啊？好啦，阿公给了。我对大家的皮叶没有兴趣的呀。你听起来很有兴趣啊。哦。你不知道这里的医学研究组织都对我的皮叶很有兴趣啊。哦，你是说不要打全屏这个吗？啊、我对男人彼此看彼此的皮叶比较有兴趣的。哦，我砍他砍过我的皮叶啊，旁边这个。那您感觉如何呢？您觉着如何？上次还把手指伸进去，在那里抠来抠去的，是黏黏的。就。您觉得如何呀？菊花残那首歌。啊，在那边动来动去的，我一个忍不住就放了个屁啊，那个痔疮都喷到他脸上了。呀，您的痔疮是活动式的呀？啊，木有，我痔疮已经爆了呀，害他脸上都绿绿黄黄红红的。啊，应该拍张照给你看。哎，别客气啊，您还是你现在要看，我现在就把它弄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没关系，您留着。啊，子斌，你们不是要救人吗？啊、哎呀，阿公好了啦，阿公。哎，阿公，我讲真的啦，不要开那么快，出事你的菊花又会爆啊，懂吗？你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关心你，我好生好气。没有，不是。好了，阿公。我们改天啊，干石头，我们改天再处理。我现在是关心你的身体，我怕你开太快，你后面又爆炸。那个戴口罩这个，你可能要跳一下你的腿，好像出了点问题。啊，好，抱歉，抱歉。你可能要小心点啊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啊，打扰你们那么多时间。不会，你开车也小心啊！啊，好，拜拜。你要不要先把你的车存回仓库啊？我刚刚开回去了。现在看起来还好呢。不是，这一台是我的车，你的车在仓库前面啦，车库前面啦。出师不利啊，一出门就遇到诈骗集团。哎呀，他从我身上骗了很多了啊，10000多了吧。那学长，你也把你的车给存起来吧，让医院的技工让帮你修一修。因为我昨天看那个谁，还是你开车吧，到待会儿又遇到什么我们不该遇到的人。毕竟咱们现在可是要去，就是做些事儿呢。哎，所以刚刚院长传的那个简讯是说，不要再，只能用手机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也是不晓得呢，他是传什么东西啊？他传说不要，我们都用手机传啊，啊不要都用其他的通讯软体啊。您说不要用咱们那个医护局的公告是吗？好像是，因为昨天看。刚才有人用吗？就你还没有上班前，我有用了一下，就跟昨天流程一样。您说那个，您回复了个 coming 是吗？对啊。也照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呀。晚点再问院长吧。是啊。不然那个无线电问问看院长在不在。好，我问一下啊。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我问个问题。
你说无线电叫我的没？对对对对对，咋地？就是说刚刚那个简讯的意思是什么？哦，我们都是用回复啊，你只是收到报案简讯嘛，不是有个回复，我都用简讯回复啊。哦，因为昨天看其他人都是用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在回，想说学一下看看啊。我们这边清流好不好？清流一下，我们用这个，我们不要去打扰别人好使好用。好，我们低调，我们低调，懂。我们也不用让别人知道说，哎，谁谁谁好像倒了，虽然现在看不到，我们先用证明系统锁起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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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了，懂了。学妹也顺便学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会谢跟谢他学讲的，长。哎，要记得啊，我都是用手机回复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因为我平时都是直用接手机。回复就行了嘛，院长。手机不是有一个回复钮嘛，你就回复他就行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我教学妹就好了。啊，就是说，哎呦呦呦呦，就是说，我们接到案子可以按画面上的一，然后就是打开手机就回传它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先换，好像这时候不能讲话。应该是可以讲话哎的，你先换。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做啥？做啥？我看到有点脸红心跳的东西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想到学妹的腿这么漂亮，没看过，然后还是别偷紧看张的，啊，我里面都穿好好的。然后昨天好像还有个市民被撞啦。然后发现他下面没有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的，这我看见的。要怎么区分谁接的？就先用无线电问，问了说这单有谁？我们都会先停个5秒钟，5秒内有人说这单我接，我们就让他接。啊，如果5秒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问说谁方便有空，那就是谁去接，这样子，懂了吗？然后我差不多要关台了，不然我要去吃饭了。哇靠！我只能看屁股哦。哇塞！阿慧。哎，他自己给我按公主抱出来。我们等学妹出来吧。回家不？
哦哦哦，所以会显示谁谁谁的。学长。哎，是。我好啦，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样？你跳一下。哎，不错啊。不错是吧？看起来不错、啊。看起来很轻轻便，很方便啊。是吧？是吧？那咱们就一块去去那个吧。先看一下，我那天在出勤，那个阿公就在后面堵我，害我撞到他，就跟我要修车费了。这阿公也是挺厉害的。对啊，都喜欢堵在医院门口，然后就是堵我的车啊，把我车偷走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哎，怎么到了？怎么到了？来啊，学妹，给我进去吧。学妹说话带劲，她就是朵朵啊，讲话很强的啊。哎，看一下啊、喔。哦，好啦，先打开。我要待命嘛，因为一个进去，我突然收到简讯，马上可以处理。每次遇到问题，我的手汗就特别多，所以的滑鼠垫上面都超湿的。我不可以紧张，我紧张手汗就很多，所以打斗阵啊、打撸啊，只要那种很激烈的又很逆风的那种，我的手汗就会爆多。然后脚汗也是啊，最长直播记录吗？没有啦，等一下关台了啦。如果真的要挑战的话，我可以真的挑战下去啊。我可以不用，如果是可以真的不用剪片，不用画图，我就是可以真的玩下去。重点是我要顾虑到要剪片啊，要画图啊，是可以开台做这些事情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呀，学长，喝饮料呢？哦，喝咖啡，环保的咖啡会被大自然回收。啊，你要不要跳？难怪瞧你这么乱丢垃圾的。你再跳一下哦。好啦，里面如何？学长，你怎么不进去呢？在里头等你呢。我说，哎，你还没看啊？我看了呀，我就看到有一些。有些少年少男少女们在跳舞。啊，学长年轻时候有去过这种地方、啊、去过一次就不太想再来了。这样啊，那如果今天里头发生了就是需要救护的状况，学长去不去啊？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一定要去看看咯。一定要救人嘛，救人很重要啊。啊，我以前是因为会被女生。是啊，您声音有游戏不是这个城市内的声音有一点儿小声。哦，好，这样嘞。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不知道。无线电的声音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不晓得就为什么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小。对啊，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变这样啊。
明明感觉都没问题啊，可是从其他人耳朵听到我的声音就特别小啊。是啊，感觉特别小呢。您要不要稍微清个喉咙呀？我每天都在清喉咙啊，所以清到有点真的有点想哭啊。别哭啊，不打紧的。喉咙坏了，那就是请院长帮你看一看，胸腔科的，说不定是气管坏了呢。啊，学妹，你吃过晚餐了没啊？还没呢。那不如要下班吃吗？哎呦，小心，小心。嘿，是，我叫小心儿。啊，我还在想要吃什么呢，每天都在想。我等一下应该就先下班去吃饭了吧，晚点再上来看看。好的好的。好啦，学妹拜拜。晚点见。再见再见。先换衣服。啊算了，直接下班。好啦，也六点了，我先关台。那晚点画画或 GTA 选一个。我今天就不会跟他们玩了，我今天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对吧？要把自己事情做好，才有办法玩下去啊。不然我商品图生不出来也很惨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咯，那我们晚点见咯，拜拜。吃个广告。不知到时候眼睛瞎了该怎么办呢？这边刚刚有谁看到谁打昏胖哥哥的吗？叶繁星，感谢你。我不知道，一阵混乱，我就看两个人躺在地上游，我就报警了游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知道、啊？你们都没有人知道是不是？那怎么会自己下去啊？好，那还是先去医院吧。对呀、啊，你走来了，哎，胖哥哥上车来。哎，在场的都要去医院啊。变态，你上车。没事啊，他只有眼角被打到了，大家看一下眼睛有没有问题，而若没问题就可以擦个药就行啊。哎，感谢追随。蛋蛋不会有问题吧？蛋蛋当然不会有问题，没有人他打他的蛋蛋啊！你们每天，你们现在是不是爱上蛋蛋了、啊？我操！我们小卖部有茶叶蛋了、啊，你们可以去买，好不好？妈的，今天是红色。刚刚真香，我只知道一阵混乱，我头就被敲到了。他们都是车行的，他们都眼哎。杀人，他们都掩盖那个打人的事实啊！哎，胖哥哥，你的右眼还看得到灯吗？太亮啊，院长，太亮，亮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这是多少呢？这多少？这十指啊？哎，师弟，那你看起来是没问题啊，抹个药膏就好了。你下床，我帮你抹个药膏。好，要下床。哎，等一下，跟他们质问一下，对峙一下。
院长，这么多人，你这样蹲下不好啦。哎，蹲下帮你，头上啊、你脚刚摔倒、啊、上面啊，上面啊，你头不要动啊。摔倒，欸、摔倒也是要用一下的呀。我等下帮你眼睛周围抹个药膏就行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信点。好了，你就跟警察他们对峙一下呗，口供对一下，好不？好饿，忘了吃饭。谁打我？有人打我啊！是啊，警官他刚刚企图直接把我抱走啊！对啊，他想绑架人啊！带我离开，那行骚扰啊！你们都有看到他抱人是不是？对啊，他想绑架阿夏，却没有人看到。应该打他的人是为了想救我吧？哦，那是谁打他的？你们都有看到有人抱他，但没有人看到打他。不知道，我是被抱的人，我不知道。这我要怎么？那我怎么信、啊？我是一壶去的。包一下500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要承认一下吗？啊，对了，胖哥哥，我先给你收500块啊，要药膏要钱的。啊、哦、好。是不是阿虾太重了，把他肿到昏了？应该不是吧？胖哥哥这么有力气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看我这强壮的手臂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能是拿什么金属球棒之类的、啊，阿公。是不是你啊？还没，我还没吃饭，我想吃饭，我已经吃好少。是你吗？我只有纸巴。哎，祝传递财道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啊，我纸巴砍，我纸巴下去那个上砍起来不一样的呀、啊，要不要试试看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这他妈牛逼的。院长最公道的到底是到？你们这样子我，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啊，在跑步啊。哦，我看你好像被那个水泥，谁要先处理阿夏被性骚扰的事啊？他被水泥护栏绊倒，就倒在地上了。对，可能是有人不小心打到胖哥哥，然后胖哥才不小心啊，也有可能啊。可是在场的人很多啊，有可能的，很混乱了、啊。还先抱他，他先抱他，那可是你有看到他抱他，可是你没有看到别人打他。我想吃饭。